其实健身的路上一直都会感到寂寞，一个人努力的变强是条孤独的道路，直到我遇见了威尔森，他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我的训练不再寂寞，我的生活也不再孤单，也不用再戴着面具面对那些不想理会的人，只要跟你在一起，世界就会很美好。喜欢哪个颜色跟我说，那个白色怎样？啊，紫色，紫的好看，大红大紫。那我讲一话，男生做运动，白衣服头发，他叫白男的，男的啊。我非常看好药师的，我看他的眼睛那么小，他可以拿到球吗？注意一下，记者你不要讲话。哦。三二一。哇！哈哈！这么好啊！球。药师，药师。Perfect。膝盖以下不行。好，按时间继续吗？没有没有，因为从一分钟开始了。我们刚示范规则了。
年轻人不讲武德。是要处罚吗？今天的拍气球比赛由李元春负责。耶！
输了一分了。他们是赢的有点不耻。哪里不耻？哪里不耻？你说。来，我们照着规矩走、欸。我们没有破坏规矩。规矩就是这样子。一个打人家脸嘛。对。然后一个一直用拼命卡位嘛。规矩就是。没有说不能打脸。打篮球不是也可以？打篮球的阻挡，打篮球的阻挡要这样子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回放看我是怎么打。可怜的 Wilson， 再见的 Wilson。